悍将柠檬继球场开唱，被发现五音不全后，每每开金嗓都成为应援焦点，甚至获颁灵魂歌姬称号。魔音穿脑的歌声瞬间变人气点播。近日柠檬 IG 上传一段练歌影片，飙高音瞬间破音，网友爆笑留言，这段美声怎么可以让哑音错过，让我们再来看一遍丢切瞬间吧。永宁站，哦，这个被带到新店呢。我在南港，哎，我们是要各自回家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是要找到彼此吗 ？I want to play again。各位今天想要下班吗？现在开始掷骰子，并按照数字前进，抵达后完成各站任务，最终目的地在台北车站。耶！来到了市政府，这一站任务是啥？很多人呢，2024减掉1986，啊，真的是18岁耶，18岁，我没有啦，38啦。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一站？我恨这个节目。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，我有看到有一位朋友一直在我们附近，因为他呢刚刚好像有一路跟着我们搭捷运，然后又一直给我一些眼神的暗示。我想请问你，你是认识我吗？吴以谦。那我想要问你是几年出生的？1993。1993哦，31。我们要找31岁的。会不会有人今天一直塞一呀？会不会有这种可能？不、哦，这样子就好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还是一啊，一了不起啊！一了不起吗？我踩到两次了，三次一啊！我来看你。可你几年次出生？1993。因为我在找1993的人啊，我真的太感动，我真的要五体投地了。谢谢两位帮忙，谢谢。真的遇到好心人呢。好，再来。嘿，2点，接下来要去忠孝敦化 ，Go。那你来到第六关。啊，不可能，不可能有人讲得出来。对嘞，真的假的？哎，很难呢，非常非常难呢。Hello， 帅哥，你有在看棒球吗？姊妹是哪一队的？你知道吗？姊妹是富邦。对，那还有谁在富邦？你知道吗？韩国来的。啊什么？李卓慧。不是啦，我们还有一个国全民表妹。李雅音哦，你最爱我们的韩援是李雅音，最爱是柠檬哦，你最爱柠檬，柠檬，真，南部有一个什么很有名的汉堡，丹丹，对，牛奶打成打酱的，咕噜打泡会变成，对呀，庆，答对了，姊妹，然后还有三本柱，哦，奶昔，然后还有秀。哦，安娜他们，还有这个，还有宝儿。OK， 我是爱人。Hello， 不好意思。观众没有事。啊，他没有事。你有没有认识什么啦啦队的女生？你可以说出5个跟我同队的，你随便讲，我看有没有中。我会，你都会，你都会，你看。我会唱歌，我会唱歌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是小小的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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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Yes， 小印，你看弟弟现在流了什么？口水 ，Yes。
小生奶。等一下，在里面有一个刺青的男生，我也觉得他还蛮吸引我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等一下会不会出来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，请问你赶时间吗？啊，谢谢，感觉很像告白失败哦。可是他刚刚这个笑容蛮帅的。开始，异想天开，开门见山，山盟海誓。事出有因，因而异，一心一意，一板一眼，眼眼见为凭，平平安安，安全上路，路见不平，可以吗？耶、yeah, ，过关了，回家了，谢谢。认出我来就好了吗？算简单吧。哎，那边有一个，我觉得。很眼熟的人，没关系，只要你正确说得出我的名字就好。吴宇轩，答对了，他是乐天的球迷啊。本名也要吗？本名不用啦，谁准你讲本名啊？这样算一个了吧，一分。没什么人认识我。你是双胞胎吗？你们认识我吗？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啊，真的假的？我姓氏很特别。请问你们认得出来我是谁吗？哎，可以帮我大声一点吗？吴以轩，吴以轩，对啊，谢谢你们，我过关了，谢谢。三位，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简单吧？认出我来就好了吗？算简单吧。哎，我算蛮有名的吧？我刚刚昆阳站也有被认出来。哎，老天爷啊，拜托，我一定要甩到二或三。不可能吧？等一下，那边放很多东西。来，我看到骰子。我们到了，恭喜你们第二名。没想到我居然是第一个抵达的，耶！我们最后一名，下班。头也不回，再见。我最后一名。今天是龙灯我2024最背的一天。到了，终于。超重的，哎呦喂啊！这些人哈，你不看他自己出道多久了，把这种事丢给我。我记得啊，柠檬对吧？怡芳对吧？还有一个谁啊？诗雅对吧？我现在就传讯骂他们。好，回家了，拜拜。